日前，井柏然工作室发布声明，称有部分网友大量传播一份关于井柏然的恶意造谣的聊天记录，目前已经报案。近来有网友传播消息称，井柏然被牵扯进吴亦凡案件中，且行为恶劣。井柏然工作室针对谣言发布声明，称有部分网友大量传播一份关于井柏然的恶意造谣的聊天记录，考虑到此次事件的重大恶劣性质以及产生的恶性影响，在与井柏然商讨后，工作室最终决定报警，并陪同艺人于当晚22时抵达派出所。井柏然本人还在朋友圈发文来报案，清者自清，并配上派出所的定位以示清白。小伙伴们，大家还是理性吃瓜吧，对于毫无根据的造谣，严重影响公众对事实的判断，使艺人不得不报警处理，请理性吃瓜，慎言慎行，不信谣不传谣，共同维护健康的网络环境。